两个小朋友，还有一只是在那边安安静静睡觉的。这就是三个双胞胎。对，现在是一岁三个月大了。一岁三个月大就大一点。开照光比闪光灯再开。我们要闪光灯。干嘛了皮？你看，我在看这个，看。就是在那里。这是不得劲了。 现在跟我们妈妈在一起玩耍的是二弟帅帅。是妈妈，这不是。那个毛色有一点点棕色的，比较大一点的，那是我们的英雄母亲橘下来的。然后睡在门口那一个在挠痒痒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三弟酷酷了。老大嘞。 我们的熊猫宝宝其实刚出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多大吗？只有一百二十克，不到一斤。这熊猫算是？已经长到40公斤了。那也太小了。三胞胎。已经三胞胎，熊猫三胞胎。三胞胎吗？对。哦，小朋友干嘛？二两。一年多那么大了。三胞胎可以养到一个大的。 我的妈妈是这个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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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